我向佛祖许愿，佛说我可以让你许个愿。我对佛说，那就让我群里所有的朋友永远健康。佛说只能三天。我说行，昨天今天明天，不行两天，那就白天黑天。佛说只能一天。我说行。佛茫然地看着我说，哪一天？我说每一天。佛哭了。谁考？佛说，操你妈，三天之内杀了你，你妈了个臭逼，臭你妈。